好，最近消息来关心，金曲歌王罗时丰与制作人侄子张敏胜一起合作的 YouTube 频道，日前双方是无预警的拆伙，影片也全部下架，背后原因也掀起议论，更爆出疑似有 AB 合约的问题。不过今晚间，张敏胜也在粉专是发声明，表示频道是自己在2019年创立，2021年因缘机会之下才跟姑丈罗时丰合作，频道日渐壮大，事发之后现在跟姑丈还是家人各自安好。另外他强调，针对一些网络上的传言，他说无愧于心，经得起任何检视，也欢迎大家提出证据，更呼吁各界不要伤害幕后工作者的初心。